梅雨封面报道，全台天气不稳，气象局预测雨势将长达一周以上，也让才刚回稳的菜价蠢蠢欲动。来，所有谢谢。仔细挑选各式叶菜，基于预期心理，许多民众就怕菜价大幅上涨，赶紧到传统市场买菜。基本上在买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的价格，可是今天看的价格就跟比平常贵一半了，就是哎多少买一点。担心当然是会了，但是也是没办法啦，这叶菜类的都是这样怕雨水啊。摊位上四季豆价格，13号进货的一台斤85元，但14号送来的却已经涨到110元，民众无奈菜还是得买。而根据台北农产公司最新的资料显示，青葱批发价每公斤38元，小白菜35元，叶菜类整体均价来到每公斤31.4元，还在合理范围之内。台北果菜批发市场的平均成交价格超过35块以上的时候，农委会才会考虑来启动要不要释出所谓的我们的库存的这些仓储的蔬菜，看它下的量多寡跟下的地区，才能确定产量有怎么样的一个损失。为了不造成市场波动，农委会现阶段仍不会有动作，将持续监控产地雨势、灾情和批发价格，要民众不用过度紧张。记者陈时烈、王富明台北报道。